在民族复兴的大道上追求国家统一的大业，就有错误。他拿什么来办？哎，那我们在台湾，我们是要去思考如何着重在民生乐利的大事上。我是讲的都是哪一句不对了？所以回去什么反渗透法？我渗透谁啊？没有人渗透。我们要讲清楚大道、大业、大事，都是为人民。所以最后的结论应该是：忠于民族，忠于国家，忠于人民，忠于自己。